劇透的。咁光啊！大海满是波浪，不见船入港。他站在码头，遥望着北方。未啊，未睇过。我会玩的 game 我基本上不会看的。尤其是剧情这些呢，即系睇都不会看的。你说 Elden Ring 我 Elden Ring 我都仲会望下，即系听台，我主要听台但系有时候会望下。但系你望的话，你不会好剧透到点啊？因为 Elden Ring 地图咁大。就算他在那個位置打一些掛，我完全都不知道在地圖哪個位置。最後沒有什麼好的，你那隻是還原的，什麼還原還原還原，你這隻是什麼碼頭姑娘蛤，有什麼分別啊？我插call，我聽完這首再聽你那個啦。还原是不是这个啊？啊，他站在码头仰望着塔库啊，听着塔库先啊。青丝飞上白霜，我唔识噶嘛，唔紧要啦，我会播埋你嗰个嘅。distortion 佢又玩，但我冇睇落去咯，因为我都有兴趣玩。跟住还原之前，仲有一只系叫咩名字？有两个字，台湾嘅恐怖 game 嚟啊，出嗰只叫咩啊？唔记得咗添。吓，反校系反校，我都想玩。回家吧。啊，唔恐怖嘅，临尾讲句咁嘅嘢。啊，还愿，还你所愿啊，听啦，阿特变肥仔。有啲咩恐怖嘅咩？鬼異的感覺，thank you.
想问你哋咧，而家天气咁热咧，如果出去玩咧，有咩室内地方有得玩？有冇介绍一下？玩完这 game 听翻系两个感受，但系而家听咗先，玩咩啊？冒险乐园唔好去啦，之前冇睇到佢有个真系好 cheap 咯，真系诶，个阿妈带个细路去玩个掉币咧，即系掉彩虹嗰个嘛。咁其实佢系掉中咗，真系冇砸界噶，啲啲都冇喎。跟住佢屈，真系我觉得系老屈啦，即系乜咁 cheap 啊，即系屈鸠人哋。砸界冇奖咁样，喂大佬，即系咁人哋你都见到系个阿妈带住个细路去玩噶啦，你咪当俾个细路仔一啲童年快乐咯。即系其实都唔系话咁叫好心俾，系因为人哋事实上系冇砸界，单嘢事实上佢影埋相冇砸到界，佢理应系俾个奖品人嚟嘅，跟住仲要系我觉得好贱咯，其实真系。所以唔会去帮衬冒险乐园咯 ，cheap 到咁捻样啫。你话仲有咩歌啊？点歌啊？咩啊？屋里冇咩嘢玩嘅，唱 K 食嘢打保龄。我就系上网揾个系咯，打保龄嗰啲咯。唔系啊，即系同 friend 出去玩咁，大佬大热天时，真系唔想去户外活动咯。我又怕热。行商场，行商场咪就 window shopping 咯，冇意思咯，我觉得。咩啊？网上有睇到。是啦，摆明虾人同人哋唔中奖，好 cheap 啊真系。咪好少掉彩虹，同 friend 娱乐下。咪如果要去冒险乐园呢类嗰啲咧，我会去嗰间叫咩？我唔识读啊。系咪 Band？ 系咪 Bandai 旗下噶？我唔记得咗。N 字头嗰个咧 ，N A 乜鬼乜鬼嗰个啊？我会去嗰间咯，而家系。我唱呢首嗰、那个，佢有个粤语版嘅，睇下先。啊，唔系，啊，你喺播台湾个还愿嗰个，我唱月老嗰首先，听下月老，月老嗰首即系月老电影咧，佢嗰首主题曲好听，但系咧有个女嘅 cover 个版本咧，唔系做乜大月老，嗰首叫乜鬼啊？死我突然间唔记得嗰个歌名添，是但打月老啦嘛。有个女嘅咧 cover， 嗰个女唱得仲好听过原先嗰个韦，即系韦礼安唱噶嘛，原本系咪？跟住咧呢、這个女嘅咧唱得仲好听过佢，我觉得。老王乐团咩嚟噶？我还年轻，草东有去夹公仔，夹公仔好嘥钱。你的声音接
开了故事的谜语，落下一万年的约定。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有一次错过，不敢牵着你的手，我会多么寂寞，等待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又要我啱睇我啲咩眼，好好难嘅，睇戏最鬼难。但我好多谢你哋解答我问题啊！喺室内都冇乜嘢玩。六零啦，系嘛？唔系六零嚟嘅，保龄球打保龄球。那就是你，好像划过三色马尾的秘密，我花乌云起，因为你才让我室内攀爬。我有兴趣，但是我觉得我爬不到，嘥钱的嘛。知道有嗰啲室内攀嗰啲系咪叫攀？其实叫攀墙定咩啊？攀岩嗰啲又唔系真系岩嚟噶，系攀墙啊！因为咧真系咁啱唔小心 M 到啦，咁你可以去，即系佢系开放俾啲人去 join 嘅，都唔平嘅。咁佢一定有个教练喺侧边睇住你，绑住你，等你玩，系俾你去体验去玩嘅一啲就。咁但系佢傍住你啫，你自己都要出力爬噶，即系要用力捉住噶吓。我冇力啊嘛，打桌球都 OK 嘅，即系又要大家倾下啱唔啱玩啊，系咪？算啦，我就唱普通话咯。我唱广东话，因为佢系中间夹咗一啲广东话嘅意思。算啦，阵间播埋啦。好劲咯，我觉得佢台湾人跟住唱广东话歌，仲唱得好听。
啊，呢首我 cover 到，放咗 YouTube。但我 cover 唔系呢个原版，仲要系佢哋 mix 埋合唱咁样嘅。哎呀，要揾歌词，唔记得咗，好耐冇听。播唱歌舒服过开 laptop 咧，跟 laptop 个麦又收，如果唱歌嘅话，佢收音好差噶嘛。我用 laptop 嚟开台唱歌咧，咁用个麦咧，我仲要只手一定要拎住摆喺个嘴前面，即系成个感觉好，个人好滞手咧。我而家好似都系第一次自己，我唔计上次同我派合唱啦，都合唱过嗰一首嘅，好似都系自己啊，唔系喎。我之前玩 chess 嗰阵有播住歌嚟玩 chess， 然之后跟住唱。但系如果讲我系咁真系播 MV 嚟唱咧，就系第一次用手机啦。我系唔使拎住嗰个麦怼喺自己嘴前面咁样唱咧，舒服。刘冰系喎，刘冰喎，佢真系刘冰 OK， 督波同埋嗰个女仔手，仲有好多烟，好多炉。我未喺过香港嗰啲督波咯。但我以前十几岁廿岁头，我翻大陆，咁我同我啲 cousin 长大啊嘛，咁佢都有 friend 嘛，同我啲 friend 出去，我有督波咯，好干净，唔会吸烟。自己赚钱，溜冰有啲商场未有，系我知道，要唔系好似嗰个叫咩九龙塘嗰站嗰个商场咁样，太古村咁样，我唔记得咗。总之九龙塘嗰个商场啦，屋内都有打波。你讲打篮球、踢足球嗰啲啊？打篮球、踢足球我唔啱噶噃，仲要喺户外，唔系室内嗰啲。依家用 Deliveroo 叫淡仔全新嘅浓汁猪软骨宽面，独家全家七折，需要22蚊。佢冇个广东话版，打名。你系咪见到我画面咧？又打横又打直咁样嘅，个 YouTube 系啊。哎呀打错字啊。是是但佢咩广东话版。这个粤语版。横势啊。陣間佢有按嗰个位佢又会打直。好难
难嘅呢、這个要切换啊，普通话同埋呢个粤语。咁啊，唱得好正啊！超劲。如果我就向你一生，或吻着永恒如一刹，怀疑在冰河时，就撞下了心机。如月万年月色，万年晨曦，切勿记不起。沿着动人事迹，进入奇迹，为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美丽都穿过意识，敞开宿命，要超过心情。过后到未来，问我为何而生，为与你一起，变天再换地，想见的你，如同日立刻想起你。时空正平衡和交叉，才偶遇快乐与哀伤。怀疑再执迷时，是伟大也谦卑。如愿灵魂肉身，宇宙洪荒，对话对不起。沿着地球轴心，进入内心，为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相信你，美丽都穿过意识，敞开宿命，要超过心死。过后到未来，问我为何而生，为与你一起，变天再换地，想见的你，愿同日立刻想起你。人生生不死，过后到未来，问我为何而生，为与你一起，变天再换地，想见的你，愿同日立刻想起你。再与你某对眼某对点心机，各有各错错时间，各有各心心下线，我个梦为我跟你从未立刻想起你。仲有一个，佢嗰、那个佢同另外一条，头先其实有碌过嘅。同嗰条女合唱，你成日就打盲又打直，唉，佢可唔可以 keep 住打直，唔系打横咧？呢条女唱得好听，呢个系一个另外一个版本嚟嘅，系有啲唔同。你哋有冇点歌啊？冇我听多两三首我就收啦。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手里。你的笑，你头
经点咗一路过人家我唱咗耶稣心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失落文明。我有时觉得如果有啲女啦唔系个个咁多嘢。有啲女把声沉得嚟呢都磁性好听呢条女系。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就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身影拥挤了逻辑心机最离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仔点？我还年轻，头先唔系点咗咩？我着我混混啦。不过我想播埋，我要跟住我要讲。我等一下，我总之我会播埋你嗰个。我还年轻。你讲起葵往素界全身 AXE Supra 超浓缩洗洁精 3.5 倍净去我想问佢喺入面食唔食得嘢呢其实佢属于商场范围㗎嘛咁佢嗰啲小食嚟㗎嘛即係疫情之后冇去过。咁我想问你买咗你可唔可以喺个商场咁样企喺度食呢剛才已经有了但是啊这个是不是上次我开台的时候今天挺好是不是我上次玩 Cookie Mama 开台可能听他演算到这首给我我就讲这个短发这条我觉得他很靓女跟他唱得好听把声是不是很干净这条女把声很正然后呢我就Google 下她的资料啦刚才我播想见你那个是台湾的 band 叫 83U 嘛原来她在两年前三年前我正在播埋她跟 83U 合唱合作那首歌她有跟 83U 合作原来这条女挺厉害你都是喜欢港女多点多谢你支持港女洗一啊不知不知啊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哭泣难过心不停的颤抖哦第一次我
原来呢个女嘅咧，同呢、這个应该男嚟噶，佢哋两个系一对 band 嚟嘅，跟住佢哋两个咧就同八三幺合作唱咗首歌。阿 G 姐弟咧话。知男妹点解唔识得？识得啊，咁可以去葵港嗰度扫街啊。是我自己想得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你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哭泣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支持咯，咁啊，咁听下咩咯？支持啊！水上乐园下日制开始啦，一齐。头先咧，我咪播月老首主题曲嘅，跟住咧有个，咦，原来我手机冇电啊，见面咯，13% 啫。跟住咧，香港有个，佢系做开即系啲歌嚟做粤语版咯。我支持粤语啊！全新日本制 Kimote， 甚至疗愈感洗护发体敦岛咩嚟噶？迷迭香又一防断，唔系我唔系听呢个字，唔系呢个唔好欢迎。等阵先，提做健康。我要揾嗰、那个，等阵先。等阵剛才那條女呢，我找她的歌來聽嘛，她的聲音很正。跟住呢，是啦，咁我發現她跟八三幺合作有唱過首歌。都好聽呢首歌。是这样发生，不算什么深刻，不算那么我咧查资料咧话，即系佢哋两个系
咩中学定大学识嘅，佢哋个 band 个名叫房东的猫，跟住咧介绍话佢哋系两个女子，咁啊女子嘅组合，我都唔知佢嗰个 partner 男定女，睇，但系又似男仔嚟。不算啦，而家话嗰啲咩咩唔好性咩性别定型。你的不知分寸化作满身伤痕，我虚着眼。佢 G 七弟弟话我粗鲁，即系唔好性别定型啊！其实我打机嗰两我就变咗男人，我除咗打机，我平时我系一个女人嚟，打机就变男人。你唔信我系男人，你唔信我系女人。而家就系话唔可以性别定型啊嘛，咁我咪话我平时系个女人，但我打机嗰阵我就变咗男人。路的尽头会有对与错的结论。支持粤语啊！平凡的日子，听这个粤语版。
笑之一人，要是永未老死，晚年暴尘仍待抱紧，祈求月老给我赞赐一世纪的祝祷，可倒退某日雷雨倾倒，多喜欢你的默念仍在半途，多想你知道，约定过应诺过，陪着我忘记因果。世界难动心多一天，情感一眼一瞬一眼生，一语一笑一人，要是有幸老死，无言踏尘仍愿抱稳，祈求月老给我赞赐一世纪的祝祷，可倒退某日雷雨倾倒，帮我睇错边。多想你听到，约定过。呢条仔，你嗰个渣男，我想打人。文姐就老咗少少。系咯，我唔明点解呢条仔仲可以行天。文姐又觉得好 hea 啊。系啊，好靓。多不舍你的热泪，围在半途，不等你想到。但是套戏好看的，临尾看到我哭，偏不能讲不敢，有一吻吻落灰飞都要吻，奇幻爱情片咯，但其实都是恐怖片，有自焚松田，还有他想表达那样东西，有种爱幻石般不肯变假，他不是完全讲爱情，他想表达那种爱是很宏大的，祈求月老给我赞赐一辈子的祝祷，多将你脚步陪你高好，春风秋雨冬夜夏晨亦有路，分给我一度，约定过应诺过，仍共图明日清早，祈求月老给我赞赐千世纪的祝祷，反正我每度为你倾倒，今生他世不若万年亦有路，分给我一度，有道是能气上不求应诺，时空穿梭的恋爱那边都很多，这个都是这样说啦，又是似新海诚那些抄了回来，我又 不是他临尾他要救的女主角那时候，他不是向那个恶鬼，我剧透的，其实不想听不要听，他都向他想起他前世是一隻蟬來的嘛，跟着那个恶鬼其实救了他的嘛，那他在求那个恶鬼放过女主角嘛，跟着即其实他套戏不是纯粹情情爱爱讲爱情，他想表达那种爱是很宏大的，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了，看过可能有其他人没看过，在做紧 CD 呢，是咪？睇下先，头先啊，特变肥仔个咩？我还年轻。跟住 G 一弟弟话咩？弥敦道唔方学，弥敦道。阿朱就话我唔使睇啦，咁你去睇嘅咯。咁睇戏系要感受套戏嗰啲拍摄镜头啊，啲演员的表情啊，各方面的嘛，
真的没有电啊，手机播埋两首完，乜鬼啊，我还年轻啊，哪个唱的，老王乐队，何于子，五有十五，五十有五，二字于华，又未出剧透晒嘅。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咁快啲再睇，啊！朱家仔，你快啲睇啦！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说走就走，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我仲谂住开一集，好啊好啊，唱啊唱啊，歌又唱八点。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未来。播埋啊 ，G7 嗰首咩弥敦道啊？我还年轻，我爱你。收台。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再去睇下探索下谂下嘢咁咯，系啊，睇戏可以学下嘢，学到嘢。是不是要末日了，我想问。弥敦道过几年可能会改名做锦旗道。有些位置应该是四十多，
应该话其实咧，可能嗰个石屎，即系出面街啲石屎地咧，日头俾个太阳系咁晒晒晒，其实你攞个碳碳热度碳热嗰啲放落嗰个地，其实真系可能有40度。咩改名咯？朱慈眼咩？朱慈眼？系啊，下星期仲热啊嘛，下个星期五开始嘛，连续几多日？24日定咩啊？一早出去劲晚太阳。我要，不过我用防晒 OK。但唔係，如果個太陽太猛，你我都會開遮。我見光死啊！我見光死啊！改街名支持，我冇話支唔支持。我可以點啊？我想問你。老姜ついにプテラエッセンスを初体験、使ってみた正直な感想を聞かせてください。ドキドキ。找不找到歌架這樣蛤？竟然是歌手唱的，我以为是胶歌来的。男人最痛的，你说那首歌都没什么可以点。男人最痛，那么点埋男人最痛顶到那种。没了，男人最痛最后真的没电了，我手机都下班等很久的车，排队兼太雨遮，一经信我暴雨遮，沿着长路又不想不了。咩绿帽歌啊？首歌名叫绿帽歌啊？定系你讲紧男人最痛系啊？那熟悉嘴脸，沉默对望在这几秒，亦有简单问好不过笑，然后再次说告别，像重遇。想听教歌？唔好啦，都系唔使啦。之后可以有佢嘅歌唱。咪即系咩噶？望见他的身影，男人最痛，女人最痛都有歌咩？我未有想过绝望，看他走，分手两次，情绝不。哦，男人最痛系阿边个唱喎？我而家 Google 咗，我唔想播喎。女人最痛，2010年的剧集嚟噶。专心看车外远景，嘈杂人群极之多，夜尘埃我却走失。有歌咁样，寻脚印，女人最痛，命中指引。结局是可改变，愿我好好爱他，迫切点，从如再散也够绝，但沿路太短，多少往事甜在心头，夜雨触发这景致，令我忧愁，望见他的身影已无法占有，我未有想过绝望看他走，分手两次。我觉得洪卓南唱歌唔系好听，系我觉得佢把声对我嚟讲冇乜特别。爱不光动了，什么都燃烧。我觉得香港冇乜边个男歌手把声可以停在心头。这景致令我忧愁，望见他的身影已无法知。
玩喎，街边太多人与车，繁华闹市人醉夜，害怕下班等很久，容易受伤的女人是王菲，怀念很久也不够。不过我自己拣首，我唱完佢嗰只收啦嘛。芙蓉默默大狂想，除了消费不想你 10% 微分回赠，荣耀请码 Big Mac 开立芙蓉银行 Fusion Bank 个人户。定是听回 Era 那首爱情值一生，剛才我開始轉了唱歌的時候，我第一首就唱他了。王菲的歌正。王菲啊，不是那麼屬於我的年代咯。中國其實沒有聽王菲的歌，但 我知道有用的受傷的女人這首的，聽過名字的，但是我而家都要 Google 先至知，即系唔系知啊，先醒起，哦，系王菲唱的。唔系，不如又临尾完结啦，唱爱你呢首，又学呢个咩七师傅咁，咩师傅爱你，跟住我就拉捞爱你咁样，变咗台歌咁样，爱你呢首。就是唱说爱你这个。舞台看的时候呢，你没有记得我舞台看的时候呢，我在播，我在看，都不是完全看的，就是在那就是主要听，跟播着自己以前玩 Dark Soul Free 那些片在那里做东西。舞台看的时候，但又不想听歌的时候呢，跟播着个打机片。点啊？唱边首好咧？呢个啦都系，定系心跳的回忆好，都系心跳的回忆。唔系心跳的证明。Era 好，咁 Era 啊 ？Era，Era， 系啊。呢个，我觉得佢个 MV 拍得好啊，好似以前睇 Twins 啊嗰啲 MV 咁样，个年代啲。快通咯。都想找你，无奈我能力细，拨太多彩蛋给你。成大爱就要分，如明星的配备，有四对人陪你，能留口袋你，让你去天青叫他，请让他，若要买心呼唤我。来情敌平日又一起唱 K， 我正式通知你 Monday， 由他讨好你 Tuesday， 换一位贺你，我是你，礼拜几？
几多只船仍共你一起 Wednesday 有小三 serve 你 Thursday 留返俾小四边个喺新地谁有配度占你才与几个他分你有諗过下嗰时咁过日子点样过话你饮 key 啊！我觉得你哋啲男人好衰啊，系咪？即系你哋自己见到觉得，你哋觉得啫喎。嗰、那个女人饮，跟住又喺度叫人哋饮乜饮物，屌！可唔可以尊重下女性啊？咁我哋系我哋女人系咪系咁叫你哋？疏嗱唔系打嗱呢个唔系叫打多咗，我唔系真我唔系完全真系嬲定咩咁事实上我有啲觉得系即系要尊重下女性咯，唔好成日话人乜人物。咁我哋啲女人系咪就吓、啊、叫佢哋咸湿仔啊边个边个咁样咸湿仔边个边个贱男系咪一个贱男咁样渣男？谁有配独占你才与几个他分你与海位置远离人路找高手待自己这份爱最重要入围有位置就够我们你排第几咩唔系假为了更好招呼你快地谁想轻抚你失地谁正中敬你要是你未够皮找几个人平日去加班爱你Waiting for my day 谁有配度占你各种细一的你Sir 覺得本身首歌有點難聽，我又覺得好聽。謝安琪真係扮後生，好似後生，係啊。咁27歲嗰陣拍下貓比照明比集，他昨日接受商台節目主持茶小欣訪問，我明明是良家婦女，為何叫我淫賤？系 Ella 公仔啊，正！佢抹鼻系因为点样？因为咩事抹鼻先？系咪真要攞翻屋企咧？吓！屌，讲起抹鼻，即系喂，有啲男人咧，你坐紧公共交通工具，我想讲。伸关鼻咪得咯，重量都要一比。即系对脚要抹咁开嚟坐啊？咩？啊，捻住晒喎！嚟紧啦，嚟紧啦！哇，呢个对手。即系佢咁样抹开个。大髀咁样坐，然之后个大髀掂到我大髀，我可唔可以嗌非礼？我真系好憎嗰啲男人喺度擘大只脚嚟坐，做乜撚嘢啫？咩讲错咗嘢 ？Sorry， 又唔完全讲错咗嘢嘅。我只不过劝诫下你哋咧，就唔好随意喺度。即系如果系嗰个女性唔介意，咁如果系纯粹当串下嗰种定咩嗰种玩下咁样改翻名，而嗰、那个当然要当事人嗰个女仔唔介意，你叫佢淫乜淫乜咁样就 O K 嘅。但系唔好，我系觉得唔好你哋。一见到条女，哇！你哋自己觉得条女淫啫，咁系咪着得小布就系淫咧？跟住就喺度话啊，嗰条女好淫啊，乜乜喺度好似，唔尊重女性咯，就系。咁我所以我问我就话，咁我调翻转我哋啲女人系咪见到你及下我，跟住我即刻话你死人咸湿仔冇咩咩，系咪都话你咸湿仔啊咩贱男啊，系咪？即系咪咁样加埋啲 title 落去俾佢咧？
阿 Key 扯火，我是良家妇女啊嘛，系咯，咁我相信佢都系啊，佢好早又同佢老公结咗婚，跟住冇啲丑闻嗰啲啊都，我相信佢都系良家妇女啊，你都好将啲男人撑得好大嘅比例坐，咪系抄之前啲老讲嘅花名 ，OK。哦，我收了喎，冇电啦，得翻三个 percent 吓。好啦，完啦，今日我暂时嚟紧，就算呢啲叫间唔中开下台，我谂嚟紧。七月应该不会有的了，八月不知道，即是这样，如果开下台，即是吃东西开下台看片，跟着又唱下歌唱下水 OK。机就唉，机就真的等我起码至少两三个月 keep, 可以 keep 得到每个礼拜至少开到三四晚打机先得。系啊，晏啲狸猫会开台去狸猫度。而家有边个人？边个人？边个台主开紧台？都系人嘅咁样。等我 wave 过去先。wave 去 Y 仔嗰度啦。头先我开台之前有，咦？狸猫已经开咗台啦。咁啊，我 wave 去狸猫啦。系啊，佢而家开，系啊，我啱见到啦。我见啦，特变肥仔特登同我讲系，拜拜，你又讲我名拿咯，我就好啦，拜拜啦，呢个特变肥仔，唔好意思啊，我呢个台咧就唔习惯逐个人读名，然之后 say bye 嘅，系啦，我真系好佩服嗰啲咧收台仲要逐个名读，然之后 say bye。真的很有心啊，啲台主。阿老老姜话 thank you， 我都多谢你哋听我喺度发神经啊。喂，佢雪碧度啊？我阿狸猫开咗台啦，我喂去狸猫度啦。有心情咪讲，冇心情唔讲。唔系啊，我好似真系不嬲冇试过收台嗰阵逐个观众名读，然之后逐个 say bye 咯。其实我本身我个人系唔中意同啲熟人识得嘅人 say bye 嘅，我会觉得好似有种感觉以后唔会再见，所以 bye 咁样，我会觉得系会讲再见咯。即是英文 see you 咁样，所以你哋见我平时收台系打 thanks for watching 啦，咁跟住 see you guys next time。咁如果逐个名读，咁我又唔中意讲班咪吧，咁我咪逐个读，譬如姜姜咩啊？唔系 ，sorry， 老老姜啊，老老姜再见啊，都 OK 嘅。唔系我太懒啦，傻，我太懒啦。我唔可以逐个，我做唔到逐个读，我太懒啦。啲话靓阿佬，睇过有啲读咗几次之后就冇再读过，好攰啊大佬。即系你试下开台开成晚，就系开，其实你开个零两个钟，你 keep 住讲嘢个零，有啲台真系 keep 住讲嘢个零两个钟啊嘛。就算佢系打机都好啦，我哇真系服咗佢哋。跟住你收台，你仲要逐个观众读个名，逐个咁样 say goodbye， 咁 say goodbye see you 咁样啦，系好攰噶。所以我真系冇意思，我真系做唔到呢样嘢。我一次过好啦，同大家讲声再见吓，咁就 OK 啦。
播歌会唔会 ban？ 应该唔会啩？播 YouTube MV 啫，我睇 MV 啫。但系嗰啲record 佢会喵声咯，跟住 upload 去呢个咩 YouTube 更加唔出得街添咯，佢系成条片唔俾你 show 出嚟啦。不过唔紧要啦，我自己留 record 得啦，我自己睇得到。睇完女神四哭咗，我未睇啊。S 去阵间去睇啊 ，OK， 好啦。我按咗 Ray 个先，跟住熄掣。